现在就由我食神史蒂芬周来播报今天主队统一狮队先发打线。第一棒左外野手背靠20号火力加倍林家伟。第二棒指定打击背靠14号泰国洋将邱志成。第三棒中外野手背靠24号没有极限陈杰宪。第四棒右外野手背靠77号混血王子林安可。第五棒二垒手背靠66号哦哎哦陈崇廷。第六棒三垒手背靠35号安打轰吧潘杰凯 sorry 潘杰凯今天一定打全垒打啊。第七棒一垒手背靠99号统一神拳林奕泉。第八棒捕手背靠36号一鸣惊人柯玉宁。第九棒游击手背靠10号妖艳武王许哲彦。今天最瞩目的先发投手是背靠19号虎城金顺古林岳阳。好了，现在现场呢就交给场中的主持人小梦梦接手。